你们看看，韩跟哥哥在这贴钻石画呢，看哥哥贴的多么的认真。你贴这是什么图案呢？折耳妹，折耳妹妹。小韩那个已经贴完了，这也是。你这也是折耳妹妹？嗯，但是我想知道，真是个良心商家，他根本没给那颜色好吗？绿色的没给，然后你贴的黄色的，这是一个折耳妹妹，边上一个小兔子，还有一个小熊熊。Good luck。哎，也蛮好看的。这个是你们在广场买的，1块钱一张，是不是？对，我给我哥哥选的是这种，我没有男生的。那这个还有这么多呢？都是哥哥的吗？没贴的吗？不是，也有我的，用不完的。这，你要给我哥挑色的，还挑颜色呢？挑同样的颜色。啊，这还有个小方工呢。一样的颜色给它放在这儿，然后哥哥就好贴了。哥哥贴了一半了，还有一半。你们是不是每天都买一张啊？1块钱一张。嗯，他赠送一个这个笔啊。嗯，对，里边免费给。还有个果冻胶。可以。那跟你之前用的好像有点不一样啊。对呀、啊。就在这捂着。对。妈妈啊，给你看一下子吧。哎呦天哪！看看小韩的腿，膝盖卡破了。嗯。你怎么整的呀？着急去买这个的路上，哗啦一下趴地下去了。哎呦天哪！你家跑着去的？没有啊。因为我哥骑自行车，我跑上去，公平吗？人家有交通工具，我交通工具就是两条腿儿。那你两条腿儿，你没跑明白呀？你几岁了？2岁。那你明天能游泳了吗？必须能啊！游泳是连着。得亏那腿没卡好呢，这腿卡好呢。这个明天下水可是要疼的。没事儿。哥哥在那贴，小韩在那玩儿。好像这贴的应该是少的，哥哥那比较多，密密麻麻的。对，我特意给哥哥挑的是多的。你咋那么坏坏的呢？啊，你给哥哥挑的？嗯。哇！大家看看哥哥做这个折耳妹妹，这个好好看呢。这是妹妹做的，妹妹的好看还是哥哥的好看？哥哥的好看。你也觉得哥哥好看呢？嗯。这期视频就到这喽，喜欢的别忘了点赞、评论、加关注，拜拜！哦耶！耶耶，哥哥头上长了两个小兔耳朵是吧？我就是他。咋的？哥哥是折耳妹妹啊？哥哥是女生。哥哥是女生了。是，我就是这个的。啊，哥哥变成女生了。